掉许亮宇，陈凯旋抢主角。陈凯旋被踢爆，干掉许亮宇，抢当主角。其实因为其实我跟 Henry 都是同一时间去 casting 的，然后之后的选择还是由制作公司他们的安排。娱乐圈本来就是适者生存，无论哪个角色，演员都必须克服突破，越战越勇。背负着带坏晚辈的责任，王俊还真有一系列安排。我有想过，就是说如果他们真的需要的话，我会安排一些有背景啊或者是有身份的人啊，大家来坐一下，喝喝酒，谈谈天。 Jeffrey 是最重要，因为他太过软弱，不然的话你出来会完全不好看。辛苦一下整桌，然后可以带我去一些场合。还收影娱乐最 live。